就当下有强化情况，那都会签约一次。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该车在问题的收集环节当中它的暴露出来的一些这个需要优化的点是什么东西。那作为问题整篇当中的话呢，其实这台车型整体的问题优化环节可能还有些稍微不一样，容后我们再说。我们先来看整车的外观设计。那在整车的外观设计来说的话，其实几乎挑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细微上面的一些拼凑痕迹。比如说这一侧可以看到的是，整车这边的这个亮条部分都采用的是金属亮条，对吗？就这一点来说，质感啊，包括整个色泽上面来说都没有问题。但是却在下方这一边仍然采用的是镀铬部分的这个部分的小的一个窄边，做了这样的一个包边处理，这一点需要注意一下。相信以现在的工艺和技术来说的话，完整的一个材质应该是过渡上面来说不成问题的。那么在外观上面仅有的问题当中，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就是隔音。从整车的整个内蹭皮包括部分的这边的整体的表现上面来说的话呢，只做到了 30%。 为什么这么说？它的这个轮间部分内蹭皮的隔音呢，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也就是说整个下方这边的部分呢完全没有去做，所以整体的这个部分虽然有隔音，但是隔音隔得不够。就这一点来说的话，建议优化。同时针对于叶子板这一侧呢，完全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贴合，那包括在刚性在内可能都会变得比较差。所以就这两点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成为日后我们再去做这个道路实际使用测试当中的话会遇到的有关于噪音部分的一些缺点和短板。我们先把这个部分撕掉。那么在整车的外观设计当中的话呢，其实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一些问题了。那你要知道的是，这台车型整体的做工和用料还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有关于车内的部分来看一下。那么打开车门之后呢，其实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关于该车的设计呢，在整个车内呢还是贴条的部分比较少。我们先来关注到一些隐秘的点。在整个车辆下方的部分呢，也就是转向管柱的部分的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转向部分的这个转向慢向节和球槽的部分，它实际上还是暴露在外的。那整体的密封只有在跟腱的部分呢去做了一些密封和封堵。我们建议这一侧呢给一个防尘胶套，尽可能的去给它给到一个更长的使用设计寿命。第二呢，则是我们说有关于在该车的使用环节当中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和问题啊。那么我们先一个一个的看。首先上方这边还是一个抽拉的问题。那针对于我们说眼睛盒这个部分的位置放在这边，一个是我们的取放不是很方便，位置设计的不是很合理。再一个的问题呢，则是有关于我们说这个遮阳板在放到这边来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触碰和一些这个遮挡这样的一个问题。相对来说空间较小的车型，我们更建议的是否能够将这个遮阳板本身给它改成这种可以抽拉式的半扇式这样的一个设计，可能会变得更加好一点。那同时在接下来看到的部分呢，则是我们说现在的整个车机部分。而车机部分更大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应用上面，那包括了咱们现在的整体的视频的一个文件格式支持，以及我们说整体的本地应用这一块的一个设计的逻辑似乎不是太符合这个设定啊。那么我看啊，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个位置问题。可以看到这个标签是从这边撕下来的，
那么毫无疑问，它放置的这个位置呢，无论是在我的这个成员乘坐的时候，还是在日常驾驶的时候，都是一个不是特别舒服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实际应用考量呢，我们建议还是能够以杯架的方式去坐在整个中控台上面，尤其是以伸缩的方式来讲的话，可能会变得更加易用和耐用一点。而同时，在该车整体的设计当中，针对于我们说这个部分，以及整个胶条部分，这一侧的部分的这个处理呢，其实实际上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在我们之前的解析当中，并没有针对于胶条的部分去做一些这种展现，我们现在来给你们做一些展现，给你们看一下。首先，这个胶条部分的这个拆卸呢，实际上它由于本身的密闭和密合做的还是比较紧的，所以我现在就要去拆卸它的时候呢，会变得比较麻烦，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如果我现在想把它拆卸下来的话，要用很大的力量，而且必须要连整个内饰板件一起往下去拽，所以它胶条和整个内饰板件的密封性这一点来说做的没有问题的同时，还会暴露出来有关于拆卸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弊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整体的车辆的用料，在整体的这个车辆内部的整个气囊部分的位置，啊，而且整个车辆这边的门板的钣金做的也是三层化的一个设计，分别在不同的位置进行不同的过渡，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以标致现有的做工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多的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可能用户自己啊，独立自己去完成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如果我想给它恢复的话，那么我就还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你可以看，它有一个这种夹角。而且这种夹角的设计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麻烦的。你可以看啊，你一旦把它放进去之后，这一侧部分的位置的卡边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来看一看。那很明显的是，这一侧部分的卡边我没卡进去啊。当卡进去了之后呢，你还得把这个部分再给它稍微收一下，才能够收边收到这种状态。好处之一就是密封做得足够好，而坏处呢，其实就是你在做恢复的时候必须要特别认真特别仔细，而且真的是得一丝不苟的去检查整体的这个密封状态，然后还得做一些这种善后的工作才可以。那么看完了这个部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到后排。在整个车辆后排这边的问题当中，其实还是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虽然说后排拥有了很大的空间，这不假，但是整体这边的材质用料来讲的话呢，仅仅是在表面覆盖了一层很薄的皮质，尤其是这种皮质不同的这种延展性，它在这个部分的位置相对较软，你们可以看得到，对吧？相对是软的，但到了这一侧呢，明显变硬了。所以这个材质部分呢，稍微做一下填充，会给车内后排乘客更好的一些使用感受。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到了整个后排的一些这种设计当中，这一侧部分位置比较偏硬一点。那么一个是位置深浅问题，一个是这一侧的一个软质填充问题。此外还有就是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这个座椅做这个分隔折靠的时候，这个部分的安全带啊，很有可能一定几率会被压到后排，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先后顺序问题，还是需要去通过这个方面的挂扣去做更好的一些优化和解决。而作为整车顶部上方这边的细节设计问题来说的话，在后排出现了一定的松旷几率，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做更好的一些填充，能够让整车在一些复杂路况下拥有更好的一些车内完整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如你们所见，整车呢基本上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问题呢都给你们展现出来了，还有的就是整个后排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尾舱部分。尾舱部分打开了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首先第一映入眼帘的是这个，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有一个拉手的字样，也就是逃生拉手没有去做。那这个部分的空间体现来讲的话，放下一个小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作为一个紧急情况下的一个逃生开关，我们建议能够将它隐藏在这个位置里面会变得更好一点，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钢丝绳。而作为机械式开启的整个尾门的这种结构设计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也是有必要的，而且也很好实现。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说来自于尾舱部分这个部分，那虽然说有了较宽跨距的一个我们说两边的一个铰链设计，但同时你们也会发现在下方这一边的这个倒位槽的设计呢是缺失的，
这样的一个随意的表现可能会造成我们说在这种倾斜路况下尾门这边取放或者说开启它整个去取放这个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尾门的关闭可能会有些关闭不上或者关闭不严的问题发生，所以就这一点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路试当中去做进一步的验证，这一点呢先暂时待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的是有关于该车的整个置物板，那包括这一边的整体的这边的置物空间被浪费啊，也是一个我们建议去优化的点，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认为说把它抹平之后可能会变得更好。在下方这一边则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那么接下来我还是得回到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不一样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收集环节，机油乳化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点啊。我们先把这台车型的引擎舱盖打开，先来看一个一个看问题啊。首先我们先来看整个这一边的给予板，包括整个这一边的前包围啊、前大框这一侧的位置，这个部分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在5008上面也有松旷问题。其次呢，则是我们说现在整个空滤部分在这一侧的部分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这种松旷发生。作为波纹管这一侧的挂接来讲的话，这种松旷一定程度上面也会有异响，而且针对于整个前方这一边的密封上面来讲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啊。松旷保险丝合盖的问题呢，我就不去重复了，因为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说明上面来说还是有所缺失的，这个任何说明都没有，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能够去加上。在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些设计当中，我们还是发现更多一些不太方便的设计。你们可以看到的是 ECU 部分在这个部分的位置，那么离 ECU 部分最近的这个刹车油注入口的位置啊，这样一来的话，我首先注油是不方便的，更换油品也不方便的同时，还会增加一定油液去蔓延到这个部分的一些隐患，所以这个部分啊，还是有一个位置设计考量在里面。而紧接着则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填充，这个是我刚才说过的问题的一个延续，你们可以看到整个叶子板这一侧是完全空的一个状态，没有做任何的填充，仅仅是在我们的 A 柱部分呢做了一个接近于整个车厢这边的一个封堵。而这个部分的问题相信我也不用多说了，这边设计一个卡扣完全可以解决固定。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去打开这个部分的盖子，你们会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一侧部分的一个漏油问题，而这一侧漏油问题呢，我现在看了一下整个这边的一个表现啊，那可以看到这边几乎是接到了 EJR 的废气再循环上，这边一个这个再循环，然后这边有一个单向阀，那这一侧部分的位置呢有一定轻微的漏油问题啊，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能够把这一侧的卡扣做很好的密封处理，就很好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是我们至关重要，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4008和5008的基础之上，我们都发现了有一个机油乳化的问题，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引擎舱解析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说现在的车型机油乳化上面是什么样，可以看到吗？但是我们却注意到了一点，有关于该车的设计当中，机油标尺的部分却没有问题，咱们可以来现场看一下，非常的清亮，非常的干净。那么我们分析了一下，有可能是造成这样的一个机油乳化只集结于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机油注入口这种原因的情况，出现了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本身机油品质问题，当然如果是机油品质问题的话，那么油底壳下方这边机油标尺抽出来就不会这么干净了。第二是什么呢？是冷凝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环境冷热问题。但是考虑到我们在场的所有车辆里面只有5008和4008出现了这个问题，其余的车辆一概没有，所以我们也排除了温度问题。那再接下来的第二个或者说最后的一个小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判断有可能是密封问题。我们先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机油盖，机油盖整体来说的话，它这个高度上面来讲的话是比较短了一点，对吧？同时这个整个下面的密封胶圈也没有做两层的密封，而是单层的密封，就这样一来的话似乎显得有点薄弱了，就这一点。那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来对比。首先呢，先来对比5008，由于本身的发动机的基础的结构设计都是一致的，那么很可能它的配套供应商也是来自于同一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打开它这个机油盖子来看一下，一样会有这个问题，而且整体的结构设计也是一致的，对吗？我们放到一边，然后我们再来验证有关于机油部分的品质，油品仍然没有问题，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到底这个机油注入口这一侧部分的这个物质，也就是所谓的乳化现象，是为什么会出现的？我们来看看这台3008吧。3008用的这套发动机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们先来看机油标尺啊，看见吗？这个机油标尺就非常的干净，而且它本身来说，由于为了让咱们能够更好的看到啊，它将下方放了一个塑料护套，同时这边还有一些刻度线。但这个对比我们说金属标尺来讲的话，在荧光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可能观察还不如那个感觉设计的好，而且弯曲程度也不是很柔韧。那这个老款车型我就不提了啊。我们来看机油盖，问题来了，这种机油盖的设计很宽厚，而且它的整个这边的密封胶圈会变得更厚实，上下方这边整体的旋紧包括它的整体的密封都是有一二两层过渡的，甚至于到了整个下方这边的时候还有，这是为什么它没有机油乳化的原因。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密封性上面来讲的话，3008在机油注入口的密封会比4008和5008都要好，而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设计疏漏，造成了我们的注入口上面有一些轻微的乳化现象。那我们现在再来给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一台一台的去打开这些车型给你们去看。这个是2008全新的啊，不妨都给你们看一眼。2008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哎，我还得摸一摸啊，在这儿。好，打开它之后旋开，很厚实的一个设计理念。而且让人吃惊的一点是什么？这个完全没有胶圈，只是因为这个壁增厚了，但却也没有这个问题，对吗？机油注入口看完了，我们来看这个下方，非常干净，完全 OK。 一台一台给你们看，因为如果一旦要验证一台车型出现的问题的话，咱们必须要依托于足够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 308S 我们在往期的测试，夏季接近秋季的时候吧，我们测过这台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车是一冷车状态啊，店内的温度其实也蛮低的，我们来看看它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出现，是因为什么？我记得308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部分有一个拉扣，哎，就在这儿。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看见吗？那机油标尺在这个位置，虽然说机油有一定程度的衰退，但是也没问题啊，属于正常衰退。来放下，这台车型是308。那新款的308我们是在近期才做过的测试，那尤其测试的时候本身来讲的话，气候也已经逐渐转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针对于308同样的室内温度来看一下。 308S 和308的设计应该是异曲同工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很干净。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下方这边有这么一个单向阀，这个单向阀的回止阀呢能够有效的去密封它，所以在这样的设计当中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并且下方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和整个机油这边完整的添加位置呢还有一些容错。 OK， 非常干净。来，最后我们要对比的呢是这台车，也就是408。那很难去找到508这个车型，因为毕竟已经停产了，所以现在没有。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车型我还得看一下这个车型。这个车型是不是要开两次啊？我再去开一次试试看。
开一次，找一下。啊，在这儿藏的比较深。好，打开了。引擎盖很重啊。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老规矩啊。哎，也完全没有问题，看见吗？好。但是这个盖子啊，实话讲不是很好盖。然后我们打开机油标尺给大家看一看，同样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来对比有关于今天在店内出现的所有车型，咱们现在回到车那边去，咱们现在绕车要看一下，完整的看一看出现问题是哪台车，哪两台车，4008 5008，其他一概车辆全部都没有问题。而同样的共性是什么？举柱箱部分，包括咱们说油底壳的部分，是机油是没有问题的，发动机内部的机油没有问题，仅仅在注油口有问题。而注油口的问题仍然出现在是我们说现在完整的设计一样的这两台车型上面。首先咱们来看啊，手电呢，照一下。这一侧部分本身来讲的话，它的密封做的不是很好，你可以看到这一侧的压接，这一侧的压接其实都是有一些油印的，这就意味着说本身的密封至少在这一侧、这一侧还有这一侧都是有所缺失的状态，这就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我们说冷热冷凝的一个现象出现。同时我们刚提到过的这个盖子啊，本身它较短的一个密封胶圈以及我们说较短的这样的一个宽度和厚度啊，也让这个部分的密封变得不是很合理，所以我们建议厂方能够在这一侧的部分加好它的密封特性，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也跟车主说一声，机油本身并没有变质，只是上方的这个冷凝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这种衰退，而这种衰退呢，也会我们说不是以直接的这种机油接触的方式去做循环的，是以一定的空气接触去做循环的。那这个问题不会影响到正常的驾驶和正常的这个保养公里数，但一定会多多少少造成一点点机油本身的一些衰退，这种衰退是非常长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建议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还是从密封角度上面去下手解决这个车辆的问题。当然这并不妨碍这台车型是一台好车，我们也更加建议主机厂能够去重视这个问题的出现，那毕竟还是要有一个完整如一的品质呈现给大家，才能是让消费者去更加认可更加接受这台车型的一个完整的售后服务。相信这也是我们说标志车型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应该提供这样的一个品质和服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评测。那这一期我们评测的车型呢是这台4008。那在过完年之后呢，我们会将5008和4008都完整去做咱们现在的动态测试，以及整体的上路体验都会完整的呈现给大家。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优酷栏目，我们是09车评中心，我们会在124-214-136这个 QQ 邮箱当中收集大家的意见，以及倾听大家的一些声音，包括咱们大家想要去测评的一些这种车型的一些建议，都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将尽快去预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车评郑刚，我们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